你们这样也要管我？谢谢，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讲话。我可以站在对面掉镜头，你们也是不知道啊。我觉得你们真的有点问题耶。我要问他怎么了，不是我怎么了。我也可以到对面去调资料过来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看我拿了相机拍照就说我不能，我又没有到你们里面去拍照，你们紧张过度吧？不是啊，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对付中国人，专门对付。